我跟你讲，你安尼做成对的人，你安尼。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啊，有话好好讲，无需要安尼啦。我代志免你管，你搁想哪里？你安尼从啥？啊！乱扮手啦你！我笑啦！你个臭货！你个臭货！我怕啦，你是警察官嘞？啊，什么官？我搁惊嘞！小姐。警官，我无欢迎你，就请马上离开，莫伫只搞搞地。啊，若无，我叫警察来哦。叫警察，做你叫啦，我惊伊上。啊，你死啊你！莫跑啦，你莫跑啦！莫跑！莫跑！莫跑啦！高文，你搞跑？你竟然为着这个人搞跑？哦，真好，我走。你安怎无？不要紧啦，敢若逐遍拄着你啊，拢是伫相拍哦。你搁笑会出来？来，我带你来抹药啊。你哪安尼定定甲人安尼冤家相拍啦？阿妈，你莫烦恼啦，这小擦伤不要紧啦。啊，有抹药啊无？有啦，家凤有替我抹过啊。是安怎要抹药啊？啊？煞毋知影哦，甲人冤家相拍，强拍着啦。啊？是安怎要甲人冤家啦？还是谁甲你拍的啦？无啦，一点仔误会，无啥物啦。是毋是甲黄小姐有关呢？无啦。我讲无。那无，是安怎伊要替你抹药啊？哎呀，连弟呀，你莫怪你黄小姐遐奇好无？哼。我无要怪伊，我要怪谁啦？明宇啊，你是不是为着查某去互拍？啊？爸，你莫乱要啦。你听袂甲我讲，到底啥物人甲你拍？我毋知影对方叫啥物名，敢知影是家婚以前的同事啦。我都知影，为着一个查某啦，甲人冤家相拍啦。你是一个堂堂的检察官呢，你也甲人目击出啊？你是不知影见效用啊？哎呀，啊明宇也无唔对，你莫一直甲骂好无啦？好啦，我莫甲骂啦。也唔过，我要告迄个唔听囡仔啦。爸，啊你是要告啥？嗯，告迄个甲你拍的人啊。这小可代志，无需要抹甲这么大条啦。安怎？你是惊甲黄小姐牵拖出来，惊伊歹看哟？你一个无出头的大包囝，为着一个查某啦，甲人冤家相拍，阁唔敢甲人理论啦？我问你，你一个检察官是咧作假的哟？我真正唔敢信你，你是我的后生啦。爸，但是无你想的这么严重啦。无这严重，安怎？大个人甲你拍甲重伤，用钢筋啊！这算严重？我啦，哎呦，连弟啊，这件代志到这为止啦，好不？啊，好歹，那明宇嘛是检察官，好歹伊知影好判断啦，你莫安尼逼伊啦。阿母啊，好啊啦，明宇啊，以后吼，行行代志啊，较细腻咧，唔通甲人起冲突，啊，都要好好来甲人讲，要若讲未通，咱才叫警察。知无？我知啦。好啦，这件代志到这准就算啦。也不过迄个唔正经啦，若是搁找你的麻烦哦，我就一定要叫伊付出代价。李同学，你伫家辉因家甲人相拍，啊，搁叫家辉甲你赶出来哦？对啊，拢是迄个人上无站着啦。竟然哦，把家风拦掉的，我看不着，才给推落去啦。伊把家风拦掉的哦，啊是啥物意思啊？就安尼啊，伊话安尼啊，安尼啊，哎呦，妈妈不是叫你表演给我看啦，我是咧问你讲，伊来把家风拦掉的，是不是家风咧介意迄个人啊？应该不是，
照我看起来，迄个人哦，什么孝顺家训，发生这款代志，我当然爱替家训主持公道啊。啊，那安尼，家训若无感谢你，阿典就甲你赶出来，哈。我唔知影，我感觉足奇怪。是安怎哦？大概我来替家训斗三工哦，伊就甲我骂，到上尾哦，拢甲我赶出去。迄是你用的方法唔对啦。啊，参像即摆，你拍人本来就是不应该啊。卖讲是家训啦，连妈妈嘛真想要骂你。妈，我是承认我甲聪文无唔对啦，也毋过今仔这款代志哦，换你在场，你嘛同款会几百岁啊？就算讲是几百岁，嘛爱小吞论一下。啊，你连对方是啥，啊，你做啥物，你拢唔知影。啊，万一安尼甲拍落去，若出啥物差错，我是免替你解决代志啦。我是唔知迄个人叫啥物名啦，也毋过听甲阮讲，敢若是检察官啦。啥货啊？你连检察官拢敢拍？你哪有搞拍啦？哎呦！哎呦，真正唔知死活啦！什么人唔去抓？去甲抓干啥瓜？到时阵吼，你若互抓去关吼，我无通救你啦！袂啦，你放心啦，我听到交阮哦是何样骗的。我才讲，迄个人大我无几岁，哪有可能这么少年就做检察官？他一定是骗人的啦！你看啦，人咧做检察官啦，啊你咧，你咧做啥物官？你做更加紧啊！妈，莫讲小骗啦，恁甲我斗相共，看是要安怎甲家训哦分析下啦。啊！你要搁录家训哦，我看卖个，唔通搁去遐麻烦。哎，妈，你讲啥？你叫我莫录家训，你安尼讲是对还是唔对？英俊啊，妈妈哦是给恁遐麻烦嘞，到时阵你查好朋友录无对，啊录到落来年纪是安怎？好啦，妈，我后过若拄到伊哦，莫甲拍就好啊啦。唔通啦，妈妈是真烦恼，我看归去放弃啦。到天下间哦，查囡仔遐尔济，你何必讲？妈，我就是唔认输啦，我就无相信啦，做检察官会当得死人啦。当话袂用安尼讲啦，我真实吼，就惊去拄到遐发疑的人吼。好啊啦，妈，你放心啦，后盖我若拄到家训哦，我伫迄面头前会表现较好啦，会亲像新书同款啦，袂阁这样冲动啦。你也甲新书同款，那真正安尼吼，日头就对西边出来，啊，天顶就落红雨啊啦。妈，你那对我这样无信心啦？好啦，你若要录吼，你就去录啦。啊，不过妈妈是警告你哦，你离迄个检察官较远的，啊，若无吼，我是会阻止你甲家训来往哦。是，遵命。啊，咱名义互拍，你无甲安尼无打紧，啊，哭哭甲骂，你安尼敢对哟？我甲骂，是因为伊毋知影自重啦。咱现在是啥物身份？搁为着一个查某，要甲人冤家相拍，真正是毋是款？即卖安尼社会遮乱啦，啊，连检察官也敢拍。迄个拍咱名义的唔正经啊，实在是可恶。若毋是名义坚持唔过，我一定要叫伊哦付出代价。你莫怪人啦，讲来讲去，咱名义嘛伤过老实，唔只安尼。就是因为咱名义哦伤老实啦，我才会惊伊去互骗去。我互相骗去？迄个黄家芬啊。哎呦！啊，毋是黄家芬拍咱名义啊！啊，你哪会怪对伊遐去？无怪伊，是要怪谁啦？名义哦，若阁继续甲伊安尼高高低落去哦，咋办呐？有一天爱出代志个。家芬，你说是你？你顶摆拍我狗，今仔搁要来闹呀？家芬啊，我今仔日哦是专家来甲你分析的啦。我无想看到你搞。哎，嘉文，就算讲哦，你无要接受我的道歉，嘛好啊，甲你收你一个水讲啊。你也知影我水讲老水。啊，就顶边我甲你收你的时阵哦，哎，袂记得倒这个啦，所以我。你还遮过分啊！讲话讲安尼大声，我能写袂出腮哦。是的啦，我这边甲你保证，我一定甲你收你好势啊。两米就好，两米就好。哎，你。
佫会想。阿伯，你哪来啊？我今仔来是有代志要甲你讲清楚。阿伯，你哪知影阮家倒来遮？这批顶员有住址啊。这毋是我写予明义的批，哪会伫你遐？你放心啦，批顶的明义遐啦，我无兴趣看内面写啥。无伊请我入去坐啊，若无方便，我健康再来。没啦，内底请坐。你遐尼紧张要创啥？我今仔来遮是要讲一寡道理予你听啦，毋是要甲你责备的啦。阿伯，恁茶啦。多谢啦，我讲煞，随便走啦。黄小姐，我相信你应该知影，我的后生，伊是一个检察官。原来伊毋食囡仔，真正是检察官。一个堂堂的检察官，得病在这个所在，何一个唔正经啊，拍到受伤，你敢知？这款代志若是传出去，对我的后生有大大的影响，你敢知啊？什么？竟然骂我是唔正经啊！阿好啊，你这只死老狗！阿伯，迄天发生的代志，我先甲你分析下啦。我嘛唔知影代志哪会变到安尼。你无需要甲我分析下啦，我都讲过。我今仔来，不是要责备你啊！多谢阿伯。坦白讲，你要跟什么人交往，那是你的自由啦。也不过，阮罗家的家教一向拢真严。假使讲你要跟我后生交往，你就要认真考虑好清楚。阿伯，你的意思是讲，爱我卖到恁后生，搁再交朋友？我唔是这个意思。我嘛不是一个无讲道理的人，恁少年人在交朋友，那是真正常的代志。也不过你也知影，假使你若去交到一个歹朋友，伊会去误导你的一生啊，甚至哦，会去拖累到你的亲人。阿伯，多谢你的教示啊，我会注意的。黄小姐，我希望讲你会了解一个做爸爸的心情。我的后生，伊会当做着检察官，迄拢是靠伊家己拍拼得来，我是感觉真光荣。也毋过，自从甲你熟识了后，伊规个人拢变啊啦，变甲像我这个爸爸讲的话，拢唔听啦。阿伯，我知影你栽培恁后生做检察官真无简单，我嘛知影你对伊的期望，啊，毋过请你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甲伊交朋友的。伊也是真心在交朋友，啊是安怎你要目睭金金看我后生风拍嘞？啊，敢讲讲两个查某人为着你的冤家相拍，你就会欢喜啊？阿伯，你搁误会我啦。事实摆在面眼前啦，我的后生都唔知影何多一个唔正经啊，拍到乌青银灰，我无办法，已经是尽了你面子啊。你唔通啊，唔知影好歹啦，继续咧教我的后生咧高高低。阿伯，你听我讲啊！无啥物好讲的，我请你转告迄个拍我后生的唔正囡仔，伊若阁继续找阮后生的麻烦哦，我一定告到好坐牢啦！阿伯，你误会啊啦，伊毋是你想的迄个歹囡仔啊！毋是歹囡仔，伊的后背出就共拍，真正毋知伊的时代是安怎教，这款歹种啊！我看伊的时代嘛毋是啥物好命啦！黄小姐，我劝你，莫甲这款人哦交往啦！死老狗，别走！人呢？走去对啦！你还出来创啥？你搁要拍人是哦？啥呀？房间内面搁藏一个查甫人。我甲你讲啦，伊骂我唔吃饺，我会当吞忍啦。也毋过伊骂我妈妈，我袂当接受啦。我会甲我分析的啦。哎，你创啥啦？我要去找一只死老狗啦！伊若无甲我分析的哦，我绝对要甲拍个做狗皮啦。好啊，敢骂我死老狗，真正毋是款。好啊，来恁闹煞未啊？你岁遐尔大，哪有使做你爸爸？你搁要共拍，你会见笑未啊？做我爸爸，啊笑死人啦！
我哪有你款哦老爸哦，我规日只干脆要死死好啊啦！我哪有你这款后生哦，我嘛见笑个死死也较快活。谁啊谁啊！你倒掂去啦！我不准你侮辱伊。我侮辱伊，是伊专门走来甲你侮辱的。你看安尼讲我，是对我有淡薄仔误会啦。啊，不过伊是真心来甲我讲道理的，我真感谢伊。无亲像你，逐摆来只有甲我闹代志，我才无欢迎你。你搞出去！嘉芬啊，我是咧替你想的，你竟然安尼对待我！你搞出去啦！啊，出去就出去啦！明啊！以后啊，不准你去找那黄家芬啊！爸，是为什么啊？卖问为什么啦！我讲不准就是不准啊！爸，你哪叫你阿爸了？什么？你讲我阿爸？你这个死囡仔！你是创啥啦？拳头要掂遐大粒！我今仔为着你啦，去找那黄家芬啊！伊竟然……爸，啊你无代志，搁去找家芬要创啥？我去找伊哦，是讲道理给伊听啦。你知影我看到啥？啊？你看到啥？哼，讲起来是真见笑的。伊竟然踮咧房间内面哦，藏一个查某人啦。我唔相信。你唔相信啦？我亲耳听到的啦。你讲唔相信？你这死囡仔，你是何人害我哦？你会去听唔到的无？我耳孔搁正大咧啦。听甲清清楚楚的啦，迄个查甫人哦，就是拍咱名义的迄个唔正囡仔啦。是啊，你想看卖啊？一个查甫囡仔啦，甲一个查甫人藏伫个房间内面啦，佫唔敢予人知影，这内面就一定有暧昧伫个啦。一款袂见笑的查甫，你若佫继续佮伊高高低落去，你的名声会予伊拍歹去，你知无？爸，我相信这一定无错。误会，我安尼有罪，我较无错啦。你看你直直替伊讲话，哈？你是要甲起事？你才甲冤家？好啊，哈？好啊啦，你莫遐尼啊冲动，好无嘛？明姨啊，你先入去，我再来甲考看。阿妈爸，无论安怎，我拢会甲代志用好清楚。咱袂用这么简单，都来误会加分啦。你讲什么？你这个不好听啊！你讲要去找伊啊？我跟你讲，你若开始讲去找伊，啦，那你是咧从啥啦？哎呦，莫气甲安尼好无啦？母啊！啊，你普通时啊是安那教名字的？你讲着爱明事理，我看不明事理的人是你。母啊，你都唔知迄个查某啦，偌恐怖嘞啦！人前人后啊，一款面的啦。一款查某都亲像以前的雪景同款，伊若是入来咱偌高，一定会母到龙家山体啦。免提呀，这。啥？伊真正安尼讲哦？是啊，伊唔闹，妈是一个唔正囡仔，佫讲你个歹话咧。无，伊是骂我啥物啊？伊就讲哦，亲像我即款歹种哦，我也是大，嘛唔是啥物好面啦。啥货啊？连我阿妈也惨落去哦。无，伊叫收一个假做检察官，先活了不起，但会当安尼糟蹋别人哦？哈？对啊，哦，上好挡袂牢就是哦，伊唔闹不准哦，因囝佮家翁来哦。佫叫家翁哦，莫插我啦！啥物？伊叫家翁莫插伊哦，伊佮袂管了伤济啊？对啊，伊佫讲哦，家翁若佮我交往哦，会互咱家拖累啦。啊，哪会讲这种话啦？袂输咱家有烦人啦。对啊，我就是袂堪得去，想要找伊理论，哪会知影只死老狗哦，走佮呾飞，收一下，啊人就无去啊。若无，我就拍佮做到白啦。你这个狗囡仔吼，敢若知影佮我惹代志啊？妈，你怎佮我拍啦？你去了后，检察官已经真吃力啦。即摆倒去了后，这老饭店，你规工食饱闲闲吼，干哪家了代志啦？阿妈，是心了歪嘞，即个贵哦，我实在吞不落去啊。这就不要紧，若把我拄着，我拄着，我绝对。我警告你哦，伊是检察官的老爸哦，唔是咧过生笑的，千万唔通去了，知影无？我才唔惊因嘞。你唔惊因，算我惊你会用的未？这几天哦，乖乖家踮伫厝的啦，不准出去啦，知无？妈，我别讲啦，你若甲我偷走出去，我着讲断你的脚。你看，我设计安尼好无？还是还是好。
总算结一婚姻咯，我较唔捌啦，还阁请你啊多多指教咧。那安尼啦，讲啥物指教？啊，恁若是有啥物意见，麦当讲出来，咱大家研究看卖啊。我尽量啦。呀，我妈叫我来，还阁一件代志要麻烦你咧。啥物代志？伊是想讲要订做一挂去参加宴会的礼服，啥想要看你啷设计一下。要设计礼服啊？好啊，我上介意设计礼服啊。设计礼服哦，伊够有钱头赚，而且佫感觉佫有成就的呢。讲到钱，你就欢喜哦。那是当然的啊，你看我这间工作室，才拄啊起步尔，当然买多接一挂 case， 而且较稳定。好啊。你若想要赚钱，就把你个工课做好啊！你看到啦。好。我请问这个所在吼，安尼设计，你感觉安怎？我感觉安尼较好。好，我就安尼。这样是真好啊。美女，你好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爸，你哪会来？我就想要去茶艺馆试试呢，先走来看你啦。这位是，哦，伊是我的客户啦，我咧替因公司设计合作。啊，阿伯你好，叫我宽宏的。啊，你好你好。啊，我小妹哦，拄才开始创业啦，麻烦你稍加照顾。啊，别客气啦，啊这业务我嘛是拄啊接的啊，真侪代志也过来学咧。啊，真好真好，来，我迎接你，我迎接你，啊。我要无用，我都无送你啊！吼。哦，好好，那你我来去啊。这书设计了足赞的呢。你还感觉这书设计了赞哦？对啊。这我第一美国吼有得奖的作品呢。这是你设计啊？太太，你的身材实在是有够好的呢。哎，哪有啦？连我看了都有够欣赏。你这个囡仔吼，嘴较甜啊，怪吼，心理会遐尼好。是你唔甘嫌啦，给我这个机会做这个生意。你放心，我绝对尽全力，给你设计上水的礼服。多谢你。其实吼，我感觉这人甲人斗阵吼。就是缘分啦，我第一摆看到你吼，搁做导演的呢，敢若足久以前吼，搁捌你啊。啊，我嘛是同款这种感觉呢。干嘛呢？是啊，我头一遍看到你的时阵，就感觉足面熟，敢若第一都捌看过。啊，不过我就是想袂起。我甲你讲啦，这个是缘分啦，所以咱才会熟识啊。对啦，哦，衬衫拢扭好啊，只有一挂衫油吼，你看没啊？你看你还多一只吧。马小姐。陆先生，宽宏，啊，你哪会回来啊？哦，恁爸爸吼，一挂资料放伫厝内面杂，叫我回来提啦。你看恁爸爸，啊，这年岁有啊，记性变歹啊，以后伫公司内底吼。有啥物代志，你要加替伊分担一下，知影无？啊，我知啦。你好。马小姐，较济啦。哎，其实吼，这宽宏吼，伊真关心爸爸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伊的面皮较薄，伊歹势表现出来。这我嘛看会出来。我感觉卢先生伊个人实在是足热情个呢。哦，马小姐，啊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唔知影敢会想歹势啦？无要紧啦，你有啥物代志做你问啊？啊，那安尼我就问啊，你对阮宽宏有啥物看法？我是感觉伊即摆是因为较少年，所以心也袂定。假使讲回伫社会上加一寡经验，
我相信将来一定会都有成就的。哎呀，不是这啦，我不是问伊事业上的发展啦，我是问你对伊有啥物感觉无啦？李太太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对宽宏的印象安怎？我，假使爱恁两个做朋友，啊，你意思？妈，你是乱讲啥啦？我哪有乱讲啦？我甲卢小姐只是普通朋友尔尔，你莫强强甲阮两个杀作对好无？我无法度接受这款代志啦。宽宏，你误会妈妈啦！我是问大小姐的意思尔，你这哪有啥物通好问？我是已经离婚的，我心肝底敢若顺心一下，别个人我无法度接受啦。宽宏，大小姐的代志，莫甲你讲。妈，你拆散我甲顺心，连老介绍大小也好啊，你到底是啥物意思啊？我都甲你讲过，我感情的代志，无需要你操烦啦。宽宏。陆先生，你哪会用这种态度跟你妈妈讲话呢？阮家的代志免你管啦。我看袂过，所以我就爱管。哎，大小姐，歹势啦。阿宽宏，伊讲话就是安尼啦。若有讲唔对的所在，你莫怪伊啦，哈。我哪有讲唔对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心肝底敢若顺真尔啦。其他人，我根本都无要接受嘛。哎，宽宏啊，你别倒啦，宽宏。小姐，歹势啦，这囡仔吼，伊讲话都无你想。不要紧啦，这笔生意我会用来做。啊，哥，我无法度你受这款的侮辱。小姐，你莫安尼啦，我给你回信嘞。陆太太，有啥物代志，咱两公就搁讲，真实的，我袂来做。哎，老小姐。怎啦？怎啦？拢飘飘在涂骹啦，哈？无啥啦，我感觉跳蚤真好耍啊。小慧啊，这拢是你辛辛苦苦画出来的设计图呢，啊，上落要甲拆衣裳啦。都已经无路用啊啦，我哪有想要创啥？啊，你是不是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？敢卖爸爸跟你斗相共啊？我还有什么困难？哼，凭我的能力，有偌济人想要抢我去设计？小妹，爸爸看你安尼哦，无眠无日在赶一挂设计图，我实在足烦恼你的身体呢。我的身体真好啦，唔免你烦恼。小妹啊，那阵讲哦，你有啥物心事，我愿意甲爸爸讲，无要紧啦。啊，不过阿妈足关心你的哦，你若是有闲哦，就来去看阿妈。阿妈的人生经验真好。代志你会使请教伊啊，我知影啦。也够有啦，恁阿妈嘛向爸爸提起你的婚事呢。爸，我才打出来创业尔啦，我不爱讲什么婚事。小慧啊，啊你的年岁嘛未细啊，若拄到什么好的对象，就会使交往看卖。有啊，亲像迄天啊，在你迄工作室拄到迄个少年的，就袂歹啊。我感觉伊吼，真。你是感觉啥？你才跟人见一摆面尔呢，你就是要人掠来做囝婿？无，你是把你的查某囝当作啥？
我是建议你啦。我什么意思啦？我甲伊只是生理上往来啦，其他你唔免管。小慧，爸爸可能是想要关心你一下，敢讲安尼也袂使。好啦，我去做听，我想要来休困。乔恩，那都是你啦！哇，那这么胖，是在吃啥？你讲我在吃啥？你吃泡面哦，那也当吃泡面过顿啦！啊，这泡面哦，足无营养，莫吃泡面，呀，我带你去吃好料，呀。吃什么好料啊？你敢请我去哦？乔恩啊，你唔当看我无？我哪会请你袂去？我跟你讲，我最近哦，生意做甲袂歹，赚袂少钱。行，来去吃好料，行啦，行行。放手啦！阿文啊，你是安怎想？你到底爱我安怎做，你才会欢喜？你才要接受？无安尼啦，只要你讲的出嘴哦，我一定做到到啦。这是你讲的哦。当然是我讲的啊！你讲啦，你到底爱我安怎做？我爱你亲生仔，落检查我核实的。你讲啥？你叫我去甲你亲仔当核实的？安怎做袂到？做袂到，准拄煞啊！我也袂甲你勉强，请你离开，后摆莫再来找我。嘉文啊，你哪安尼对待我嘞？我今日请人拍，嘛是为着要替你出气啊！你莫讲遐尼多啦，你无代志共拍，讲遐尼多理由，你无爱回信也无要紧，你跟我出去。出去啦！嘉文，啊好啊，嘉文，回信了就回信了，有啥物了不起？我挂电话就是啊嘛。电话机哦，我来看。喂，阿吉喂，大健仔哥，我是伊讲哦，甲你拍迄个帅哥啦。你打电话给我，有啥物代志？是安尼啦，啊，拄好女朋友加阮哦，伊叫我打电话给你啦，甲你回个信息啦，你着烦恼。烦恼，你是一个检察官，惊你会找我的麻烦，所以叫我一定要敲这通电话给你啦。代志过就煞啦，我无想要跟你计较。你无想要计较上好啦，也毋过恁爸爸来找家阮的麻烦，找伊出气，安尼敢对？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唔知道，我讲给你听。我跟你讲哦，恁爸爸是个足超过的啦，竟然来找家阮啦，哈，像那不准哦，你跟你交往。搁干咩？哦，你喏，爸爸那做是当搁酷刑的啦啊！你是讲阮爸爸伊？伊再来骂家阮啊，甲家阮啊骂甲哭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唔食爸爸，叫伊较细腻的啦。后摆莫让我拄着，让我拄着，我绝对要甲拍甲做告白啦。罗明俊，你是咧讲啥？回一个信回到安尼，吼！哎，我是来让你气死呢。家阮啊，你莫生气啦。我是在保护你的，我今日死老高，过来找你麻烦啦。我没你的关心啦，你给我出去啦！干混蛋，干混蛋，干混蛋，我不爱出去啦！你不爱出去啥？我不爱走了。杜宇，你清水，甲讲一句话啦。讲啥物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甲迄个警察官？你怎啊问我这个问题？你无回答我，就表示你甲伊。这是我的代志，跟你无关系啦。是安怎跟我无关系？跟我当然有关系啊！老明俊，你到底是安怎？我是安怎？刚刚你看袂出来我是安怎想？嘉惠，我知影，我知影我比袂过迄个检察官，也毋过我对你的心意，嘉惠，你也知影，我对你绝对比伊对你更较好。嘉惠，刚刚在你心外，我真正无得甲伊比上。我只是甲伊当作好朋友。这跟我有介意无？根本就是无关系啊！多谢，多谢你这么坦白跟我讲。你放心，我袂过来跟你交扰。
赖明俊是真正喜欢我，啊，不过我只是把伊当作好朋友，这是要安怎？敢讲嘉芬真是有男朋友？是讲爸爸哪会这么冲动，哪会走去找嘉芬啊？爸，你回来啊？还是在想啥？一个人坐这安尼戆神戆神的。无啦，我哪有在想啥？看你安尼心思重重，搁讲无，有啥物代志，尽量讲出来，无得甲爸爸会当甲你斗相共啊？啊？爸，既然你叫我讲，那安尼我就讲啊。你是不是有去找嘉芬？甲人骂到足歹听的，谁甲你讲的？啊？是打电话来甲你斗的哦？伊无甲我讲啦，是伊刚拍我迄个查甫囡仔甲我讲的。啥？你是讲迄个无人教的，是毋正囡仔讲的哦？真正可恶，你搁敢打电话来哦？哼，恁嘉芬这查某囡仔真正毋是款啦，伊都明明有男朋友啊，搁要甲你糊糊滴啦？这款查某，还袂使甲伊做朋友啦。爸，嘉芬其实毋是安尼啦。明义啊，你就是安尼啦。人遐尔老实啦，从来毋捌交过查某囡仔啦。你哦，对查某囡仔完全无了解啦。尤其迄个黄嘉芬啦，但伊的个性啦，伊的人品啦，甚至伊的外表，伊是倒一点配你会起咧？啊？但你无听人咧讲啊，娶到一个好某，较赢你拜三个天公做咧。假使你也娶到一个歹某，你都一世人痛苦呢。明儿，特别结婚的代志哦，迄应该慢慢啊来啦。等你若找到一个较好的查某囡仔，再来拍算。爸爸绝对袂去逼你啊，知无？爸，你是想起对了。我甲嘉芬敢是普通的朋友，阮根本就无啥物。那安尼痛苦啦，无哦，我都袂食袂困的啊。爸，不过不管嘉芬的条件安怎，我希望你莫去伤害伊啦。我去伤害伊？我？你即嘛是咧责备我哟？爸，我毋是这个意思。你讲毋是这个意思？你安尼自细汉，爸爸安尼辛辛苦苦甲你饲大啦，俭长内多，互你读册读到这尔啊悬，你敢知影爸爸付出偌大的苦心？你今仔为着一个查某囡仔，竟然来甲责备？我来敢接比你啦，我敢是希望爸爸。你希望安怎？无啦，好啦，既然爸爸无欢喜我甲嘉芬交往，那安尼我就顺你的意思，从今以后我绝对袂过找伊啊。同好一下呢，还佫一点，你千万要记，你即嘛是一个堂堂的检察官呢，迄款不三不四的朋友啊，千万唔通交，知影？爸，你放心。那安尼，我就真正会放心啦。秀琪，你已经离开二十年了，你敢知影这二十年来，我的日子是安怎过的？也讲，你敢知影为着你的代志，小费是偌尔啊万贯？我问你，敢讲二十年来，我为着小费所做一切，也是无法度弥补我的过失，无法度弥补我对你甲小费的亏。小费若是摕起你的时阵，我看到伊遐尔啊痛苦，我着责怪我家己，怪我以前是安怎伤害你，伤害到遐尔深。小
会是咱唯一的骨肉，嘛是你唯一的希望。你放心，不管伊对我的误会有偌深，不管伊有偌怨恨我，我拢会好好啊疼惜伊。我会尽我所有的力量，好好啊照顾保护。是第一家啊，是宽宏甲我讲的啦。哦，真用的。多谢。刘太太，真歹势啦，服装的设计图我还未完成，恐怕还要过几工啊。无要紧啦，我今仔日不是为着礼服的代志来啊，我是专工替阮后生来甲你回喜礼啦。迄天伊对你遐尼无礼貌，请你莫怪伊好无？袂啦，我免来怪伊，代志拢已经过去啊。而且迄天我嘛唔对，我安尼月头就走，实在真无礼貌，希望你唔通见怪。你哪会遐尼客气？我哪会怪你咧？啊，对啊，卢太太，服装的设计图吼，差不多完成啦，来，你看卖咧。我伫这个所在吼，我想要用透明的 lace， 啊，唔知你感觉安怎？透明的 lace， 哎，袂歹啊，真流行啊。啊，对，这布料吼有真侪款呐，来，请你来遮参考看卖咧。看你较介意倒一款的布料。哦，这侪布，有这种的吼，这是今年上流行的。这哦，啊，这种嘛袂歹。小姐，请问一下吼，相片内底这个人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伊是我的妈咪啦。伊是你的妈咪？那呢？你是？真的，三线电话。哦，多谢你。喂，我就是。那呢？伊就是小辉。不用的，我不会跟伊相认。我若甲伊相认，万一偌家的人来找我，你一定会问小辉的代志，到迄时阵可麻烦啊！好好好，我知影，多谢你吼，好，再见。卢太太，你甲阮妈咪敢有熟悉？爱过才知疼过。无你的日子，才知影。